这里应该还有第四个人。 枪手，这下完了！哎，你干嘛去？特战局，你三个日特要是还是不说，我就把他们剁成肉酱！你冷静点。是我。我看西门现在还不会有危险，他们这么做，无非是想阻止我们明天的行动。明天？没错。那么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了。江江，黑子，你们去周围看看有什么有用的线索。快去！是。小梅，你帮我看住他。好。 到现在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重庆这么大，要想找到西文，简直就是大海捞针。算了，大家今天晚上先回去休息吧。啊，都回去。 西武，你有什么气，就冲我来。毕竟，是我让西门去的陆九波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？小鬼子，我早晚有一天把你们都给剁了。梁飞，这是门岗刚刚送过来的。 果然不出所料，西文被小鬼子绑架了。他们想跟我们做交易，让我们停止行动。如果我们同意的话，就在豫州戏楼的广告栏贴出西文的寻人启事。要不然，他们就撕票。王八蛋！西武。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任务必须完成。如果西文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我就是把重庆翻个个儿，我也要把这帮混蛋找出来。他们不得好死！来，多想想办法，看怎么营救西文。梅西子不愧是山本大佐的得意门生。 上西文被抓，梁飞绝不敢再轻举妄动。就凭特战局他们的本事，是无法阻止横山拓海。梁飞这个人真的难以琢磨。你真觉得他会为了上西文而放弃整个计划吗？根据美纪子掌握的情报来看，梁飞和上西文彼此都有好感。 根据梁飞的性格，他不可能无动于衷。关键是上西文，上西文是他的妹妹，两个人感情很深，他应该无暇顾及此次行动。
希望事情能像你说的那样发展，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，就是梁飞一直没有上席文的消息。他以为上席文死了，那么物极必反，他很有可能和上席武联手，和我们拼个鱼死网破，破坏我们的行动。所以。 一定要给梁飞希望，让他觉得向西文还在等他。我不明白大总的意思。你把我的话发电报给美纪子，他会明白我的意思的。这是一次消灭梁飞极好的机会，只可惜小野君。 不能亲手为你的哥哥报仇了。能够消灭梁飞，也是为我们大日本帝国除害。就算是我们真的去贴寻人启事，鬼子也未必会放人。小鬼子的话能信吗？但至少能证明一点，他们明天一定会行动。那就把街告示那个小鬼子抓回来，用他来换新闻。 这怎么可能啊！小鬼子哪有你妹妹值钱？你妹妹脑子里可装的全都是武器啊！梁飞，怎么办？咱们总不能坐缩头乌龟窝着吧？这是祖上的任务。来，我们重新部署。鬼子家家，你们俩负责隧道，小梅在家，你们俩负责盯着这个废旧工厂。等车队一过，你们就集合。明白。营救喜文的事情，交给我和西武。 关键是怎么救啊？人在哪儿咱都不知道吗？彩霞，重庆哪里有教堂？重庆的教堂有若瑟堂、圣母堂、慈母山大修院，潼关一天主教，还有皇觉亚救主堂、碧山，还有个路德堂。你问这些干什么？难道西门被关在教堂里？你们看，这个后窗户，这儿有个十字架。 单凭一个十字架，根本就确定不了是哪个教堂。小鬼子在重庆行动不方便，我估计他们一定不会把人带得太远。依我判断，这个地方应该离出事地点不远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只有若瑟堂、圣母堂还有救主堂这三个。今天晚上，咱们一定要找到西文，走，分头行动。上西文被绑架，我们特战局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。 他可是陆军部的人才啊！属下分析，日寇如此做，其实是为了拴住梁飞，不然不可能出事后至今都没有消息。你的意思是，日寇要胁迫梁飞明天按兵不动？局座，属下认为徐队长分析的极是，考察团明天即将抵御。 日寇选择在此时动手，可见明天他们一定会有大动作。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请局座放心，沿途全程护卫，没有一处死角。梁飞的事儿我不管，我们这边绝对不能出事儿。上西文的事儿等明天忙完了再说。 宗勉，我知道你惦记的尚希文，可是你也应该能看得出来，尚希文的心都在梁飞身上。明天任务重要，千万别给我分心。是。 梁飞哥，有消息了吗？三个教堂都看过了，毫无结果。 照片能提供的信息太少，到现在咱们都没办法确定具体位置。要不然就算了，我们所有人都撒出去救西文，考察团死不死关我们什么事儿？彩霞，这是任务。要我说呀，这事儿意思意思就得了。我去工厂，黑子去隧道，你们几个就随便找找不就完了吗？不行，计划必须执行，这是命令，任何人敢擅自行动。
梁飞，有不过他。梁飞啊，有你电话，点名找你的。我的。喂，我是梁飞。给你留的烟头，相信你已经看到，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。我的要求你已经很清楚。 如果你停止行动，保证我们的任务完成后，我们就会有人从渝州戏楼带你去见席文小姐。我拿帝国的名誉保证，你见到她的时候，她一定是完好无缺的。我想此刻的你应该和尚希文一样，你们都不会希望看到一个面目全非的尚希文吧？我怎么能确定尚希文在你手里？好，好，好，我会让你马上相信我说的话不是假话。 把尚希文带出来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我！尚小姐，有人要跟你说话。嘱咐梁飞停止行动。说呀，说呀，说呀！梁飞，梁飞，继续行动。 别管我，放开！西门，西门，这下你们可以相信尚希文小姐在我手上了吧？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在渝州戏楼看到你的寻人启事。 西文，王八蛋！西文就在他们手上。不过，我刚才电话里好像听到了类似汽笛的声音。哎，这三个教头，你跟他见面的。若瑟岛，就是这个。走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不会得逞的！ 说话是算数的，我保证，梁飞见到你的时候，你一定是完整无缺的。梁飞见到你之后，爆！ 把炸弹给他绑上。我跟西武去救西门。 我们按原计划到指定位置出发，执行命令，出发。走。嗯。报告。进来。军长，机场来电，盟军考察团的车队已经驶离机场，正在朝市区方向行驶，目前一切正常。通知沿途各警卫部队加强警戒。 如有任何嫌疑，可杀勿论。
一切顺利，加强警戒。。严局长，稍安勿躁。车上三个将军，一个大校，两个中校，出一丁点事，我的脑袋就得搬家。丁军长，不愧是上过战场的人，我就没有你那番沉稳气度。因为我相信梁飞。梁飞现在还有心思吗？尚希文的事儿，让他受制于人。梁飞识大局，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车队已经出发，开广阳坝机场，目前一切顺利，一切顺利。从事发到拍照，再到通印，这都需要时间。这应该是下午三四点左右。你看窗户，太阳从那照进来，这个窗户应该是冲西的。光线从这边射过来，若瑟堂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说，这边。前方安全，快速通过。我现在是没一点心情在这守着了。他们死不死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任务就是任务，你哪那么多废话？我说你怎么一点不关心小媳妇儿啊？一起出生入死好几回了都。三道河隧道，车队安全，车队安全。从光线照射角度来看，应该是二楼或者三楼的窗户。太多了，继续找吧，走。彩霞姐，看了一圈，没有人也没有炸弹，希望车队能够平安过去，我们也好去帮梁飞。队长，右前方。还在这儿干嘛？这里怎么可能是狙击点？快了，我们算漏了。如果小鬼还在这里放炸药，上面塌下来，我们谁也跑不了。汇报，是。车队安全，车队安全。
时间来不及了，赶紧回去。咱们俩不能都在这儿，二少将就要抵达陆军总部了。日头狙击手一定会在陆军总部对面的建筑进行狙击。朕都想到了，赶紧回去。你放心，你把他交给我，我一定会把希文救出来。到底会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队长，枪手还不出现，那是不是没事了？但愿如此。对吧？是。车队经过两路口。车队经过两路口。队长，不出意外的话，20分钟以后车队将到达陆军部。走吧，燕局长。我们一起去欢迎。好，但愿一切顺利。蔡小姐，今天真的不行，所有的记者只能在采访区才能够接触到我们考察团。打扮好了，不让他们过来。是。哎，让我进去。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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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3分钟，车队就要抵达。好，我在想，或许日特就没有袭击考察团的计划。对于敌人，不能用预测来对待他们。希文，梁飞，是我。
怎么样？他没伤害你吗？没有。杨飞，考察团怎么样了？任务呢？哎呀，放心吧，有你哥呢，他不会失手的。走，我带你离开。专家，你一定有办法。我知道。要不这样，咱们俩交换一下，你来拆炸弹。不行，你别管我了，你快走。我不会走的。你走啊！你听我说，咱们俩没时间了，再危险，咱们也得试一试。听我的，你一定会成功。需要工具，炸弹是绑在压力装置上的。按理说剪断连接线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，我现在得先去找点工具。哎，千万别着急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成功。梁飞，你等我。找到了。那就别着急了，反正我的命已经在你手里了。
一点把握都没有。如果炸弹爆炸了，咱们俩都得死在这儿。那在之前，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，想听吗？想听。我喜欢你。如果我拆弹成功了，你记得再跟我说一次。我开始了，梁飞。剪了，剪吧。山丁将军，戴尔少将，米歇尔少将，这位是袁将军。我成功了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再跟我说一遍。我刚才说，走开，快跑！梁飞现在应该已经死了，去死吧！往后退，往后退。知道，你看上面有人。尚西武，谁呀？哎，上面有人啊！
大家不要慌，请安静，听我说。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具尸体，正是制造多起枪杀案的日本特务。现在我可以负责任地跟大家说，经过我们特战局长期不懈的努力，重庆的日特暗杀组织已经彻底的被我们歼灭了。这太无耻了吧！这不明摆着抢功吗？别管他们了，先去找飞哥。走走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就是扭了一下。我背你吧。我自己能走。这样吧，我搀着你走。西文，哥，没事吧？我很好，梁飞救了我。你放心吧，他没事，这事我来讲。梁飞，谢谢你救了我妹妹。谢什么？应该说是你妹妹救了我，要不是她，我的小命儿就交代在重庆了。你怎么不问我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？你都跑到这儿来了，不明摆着吗？还用问？那家伙当场毙命。这边。杨飞，任务完成了，西武兄弟干得漂亮，那叫一干净利索脆。徐宗勉这个王八蛋上来就抢功啊！早有所料，不过只要你们都安全，比什么都好。来，走，慢点。山君，可惜了，是我们在重庆的人完全低估了梁飞的能力。大佐，小爷请求前去重庆，除掉梁飞。不，重庆是他们的大后方，你在那里动手多有不便。我们在重庆的损失惨重，梁飞一定会乘胜追击。我现在担心的是尹健。
要不要让银监马上撤离重庆？不，现在让银监撤离，我们的损失会更大。他是我最优秀的学生，我相信他知道如何保护好自己。小野君，我命令你立刻招募一些人手到重庆待命。我的要求是中文好，机智，身手好，最重要的是对帝国绝对的忠诚。嘿，大佐，可是就算把他们都派到重庆，加上银剑，也不可能除掉梁飞。要想除掉梁飞，就要把梁飞引到我们控制的区域来。你放心，梁飞在重庆不会待太久。想在